己即将发行的演唱会 DVD， 苏打绿3月16日现身提前揭秘，破风潮而出。虽然众人在现场小清新上身，但昨日杨丞琳卫冕清风在自己演唱会中上演一秒解不二手，而公开求饶就不客气地揭露出清风兽性一面，而清风闻言就立刻萌性大发地装傻起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重听。在书店里，我们要有气质。对，在书店里，对啊，书店里面，对啊，我通常只会一秒写唐诗哈。不仅对杨丞琳装萌卖傻，就连对队友嘉凯刚刚出生的儿子清风也是自创外星语言，让宝宝着迷到看见清风叔叔连爸爸都不认。清风跟我小孩有一种特殊的语言，其实我听不懂是什么，可是清风在那边咿呀的时候，然后小孩就一直盯着他看这样。然后，他很生气，他小孩只会跟我讲话，只愿意跟我讲话。还好会跟自己，可能就是小孩可以特别可以明辨是非吧，我想，就感觉出来到底是叔叔是好人还是爸爸是好人。一番卖萌风吹过之后，清风终于露出本来面目，在谈及演唱会时，将心仪抛出做诱饵活出去，要他全裸上阵。而且配合我们的舞台设计，当天心仪会以风潮装的姿态出席，然后等到那个桥段的时候一崩落，就会只剩下 body。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怎么能不来呢？你有看过崩落的衣服吗？哇！